我们要随机找个路人，漂亮的店员哦，请他画一只龙。那我们在意的是你的名字。我叫琪琪，店员很可爱的，对，摄影师啊。龙年行大运，徒弟行不行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刺青师炫，做一个街头大考验，好，派出我们末日摇滚刺青的刺青师凯吉。我们要随机找个路人，请他画一只龙。凯吉能不能把它改得更帅？凯吉，你有没有信心？说，选路人也是一门学问啊。你觉得怎么样的人可以把龙画好？我会画画人吗？看起来会长怎样？人模人样吗？你看我手上拿主持棒，大家都会一直看。我们现在走到新爵江里面，附近有一间古着店，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店员，看会不会画图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要去星期一古着。凯吉，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信心？有吗？好，我来问问看，那位看起来会画图的店员在不在？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小活动，是木兰本刺青的，然后画一个图。可以可以，有漂亮的店员哦，嗨嗨，漂亮的店员。我们是刺青师。我们很正的店员来了，就请你稍微介绍一下。Blue Monday。但我们在意的是你的名字。我叫琪琪。我们来画一只龙吧，今年龙年。你活着也可以。那这样是火柴龙吗？究竟这只龙会长什么样子？很凶，这样。然后他都有这个，看一下好不好？今天琪琪画的作品，觉得这张图如何？跟我蛮合的。凯吉真的很会讲话。谢谢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打扰了。他画的真的很可爱，一眼是喜欢的，是不是？店员很可爱的，对，摄影师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回去创作喽。好，来，凯吉，对这次的结果满不满意？那我们这次挑战成功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